什么？你爸生前有没有留什么东西给你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杰哥。朋友间互挺很感人，不过你其实要付出代价。如果你忘记了，希望你待会能够想起来。杰哥，杰哥！每周六晚间10点，TVBS 欢乐台42频道《翻墙的记忆》。